诺诺，放不下了，把你前面那个玩意儿给我一个，一夜来一个，可以啊，这是我的最爱，这也是我的最爱，真的吗？你知道我去重庆的时候，它会散掉，他们有专门做这个的菜，哇，超级好吃，烤脑花什么的各种，超级好吃。你知道我有时候就是锻炼啊什么，有时候在减肥的时候馋啊，你突然会有一天，就是你变态一样的，就是疯了，不管了。今天晚上一两点钟，突然想吃宵夜，我就会要四五个这个外卖，四五个脑花。哦，那你厉害的。对，